推进民生工作，让家更美好。明年我哋将继续全力推进各项民生工作，让澳门居民有更多获得感。为龙马路公屋及社会设施展开规划工作，石排湾公屋社区设施完成新一阶段嘅建设，进一步便利居民嘅生活。氹仔客运码头投入运作，将有助缓解澳门半岛嘅海陆交通压力。100部特别的士将陆续投入运作，方便出行。学生是澳门的未来，配合健康城市建设，明年将完成构建澳门中小学生健康教育指导平台，促进学生健康成长。为优化本地居民就业结构，促进居民向上流动，争取将本地雇员在六家博企任职中高层管理人员的比例提升至 85%。 政府将制定中小企业行动计划，为中小企业提供更多的扶持。蔡男子直接关系千家万户的生活品质，将完成新澳门批发市场和沙利头街市市政综合大楼的建设，吸引更多经营者入场经营，为开放市场平抑物价创造条件。完成民防行动中心新址建设，实现24小时运作，提升联动应急能力，让澳门更加安全宜居。